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早安少女兔子张楚涵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要来分享一件我的糗事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们会拿那个中性笔写字，然后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呢，我的中性笔就写不出来了，就要换笔芯。当我把那个笔芯拿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就感觉那个笔芯充满了魔力，我以为那个水柱就是只要上去了以后就可以再次书写出美丽的文章，然后我就默默地把它放到了我的嘴里，猛地一吸，好，我到今天都不会忘记那个笔墨的那个味道，又甜又充满了化学的味道。然后呢，我的前桌就感觉到了它的后座，也就是我感觉到我有一点不对劲，然后看到我的嘴边溢出了蓝色液体，他就特别惊慌地举手说，老师，张楚涵吸墨了。然后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跑到了厕所去漱口。这个是真的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呢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每天开开心心的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模仿这个举动。拜拜。